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喜欢那些既定的结局，更愿意留心观察，选择自己的视角，为故事的空白留下自己的选择。不确定为什么，但我希望它能留下来。下雨了，下雨让我们别无选择，只得留在同一个地方，等待雨停。等待，让我从咖啡的苦中，渐渐品味出花香和焦糖的甜。我不再追求幸福或永远快乐，但愿能够不焦虑于黑夜，或总想着要逃避无聊，在宁静时懂得与自己相处。独立咖啡店，一本可以喝的小说。生鲜食书邀请作家徐佩芬、追奇、李豪打造原创短篇小说，由你选择故事主角的心境，填入小说的空白处。你是读者，也是创作者，可以自由调度时间、故事与命运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啜饮文字，创作出一本属于你的可以喝的小说。